里边又进水了，过来把这里堵一下了，就这一点，快点漏雨了，漏雨！你现在这样形同于亡羊补牢，对不对？这个词用的对，拆东墙补西墙，哎。 那萝卜不要了啊！萝卜，你让它自然生长。先是那个沟开完，现在又下雨了。来吧，先把这扣完，很快这个。来吧，少熙，这是老师开的沟。那这泥放哪儿啊？压在膜里一下吧。哦，压在膜里不让它水出来了吗？ 陆总，陆总，咋了？来一下，叫我们过去。咋了？这个膜得补。哪儿得补？你不补，它里边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你看一下，进水。你这个水你怎么排？你不挡以后全都是这种稀泥滩，你怎么开？怎么开沟这里？为什么叫你们过来不过来呢？现在重中之重是那个沟开完，现在又下雨了。沟开完以后，这个反正上面没有肉东西，它都得排，你把它闷起来一样的，懂吗？重中之重先把重要的事先做完，按照我们昨天的计划，重要的事做完。 这个膜我们不是说了换了吗？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是想要开沟，但现在的问题是你，它永远往里面滴水。我知道，我那个水都得开，但是你现在下雨，它排不出去。我知道，它最起码还能先慢慢排，它排不出去。我知道，这个膜是不是要换？是要换，但你现在堵呀。你是要换，你弄它不浪费时间吗？这不是浪费时间，里面的水排不出去，我排过昨天，它出不去，它没有高低差。现在这样，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个办法，我们这么弄。 他那边弄完以后，现在过来挖沟，他需要一个沟把它引到这个边沟。不是，这不是，啊，你们去开吧。难弄？你咋说？我们眼里不能只有那条沟，我们还有一个棚。我知道要弄。 问题现在它排的水，它是没有东西。你现在水越进越多，它出不来。你只能把它封上。我知道。外面的雨它是能排出去，我们可以一会儿再搞。这个棚里的水它出不去呀。它出去，现在弄它没有用。你除了你把棚盖上闷它，里面不会淹。这个雨你栽下里边是什么样啊？我知道呀。那现在重点是哪个呀？按照昨天的计划来弄。昨天是有计划，能说今天下这么大的雨吗？那你要弄就弄，来弄。 我跟你讲，你现在迷在哪儿？我跟你说，棚里面这种水它是出不来，它就像小麦地里的明水一样。我们现在棚里面有沟，但这个水你不能所有的蔬菜你都这样一条一条给它拉到那个横沟里面。我们现在要保证它里面不进水，不是说我们只能要靠沟给它引出来，这棚不能再进水了。我跟你说个问题，它是不是别吵了，我们吵这时间贴完了，不是搞了吧？它是不是从这儿往下流的？它流这儿没有用，你开条沟它开出来，你懂吗？ 比你挖贴着有用多了，你棚还要换，你懂我意思吗？那里面的水怎么办？里面的水你挖沟挖出来，你看一下，棚里不能再挖小沟了呀！不往棚里挖，往这儿挖。你去看一下，来，你进来，你看一下。来，主任，我从这儿挖沟行不行？你往后面看，来，你往后边看。我看到了，这水是这个进去的呀。 你把这儿挖低了，他们就留下来了吗？跟那个棚一样的道理，还没懂？挖吧，你挖，你看里面多少能挖的。
为什么我们就是贴一下的事儿，这个事儿它就很快能解决。现在雨太大了，一会儿雨不下，我们还可以开那个沟。你现在雨大，里边水越来越多，那么一滩溪水就跟那个小湾堤上一样的，贴完一样它排不出来，这个是根本问题所在。 来，不要浪费时间了，那干就干。整啊！要不就直接整。涛，你干嘛了呀？陆卓生气了。跟谁吵起来了？陆卓跟卓野，他俩没事。 好像搭，拿过来份丝给我。还是那个问题，我们地基一切都没打好。 就是不要老是想着到了问题出现了，我们再去解决问题。你继续做吧，你坚持你的想法。 通了，抽完水没事了吧？啊，还有白杨果。那个我自己弄吧，那个一起弄吧，来铺上。我这边 OK， 好，我这边 OK， 稍微里面转一点好像 OK。 我说实话，这边没啥事了。对，你俩要不然就可以把水放这儿，就先去吃饭。我俩把它抽了，全一起收工。哦。